酱再起来嘛。我来到木纳咖啡馆来吃晚餐，那前菜到了。摆盘非常的棒，哦，感觉看起来非常的棒，这个红茶还有这个浓汤还有这个面包都很好吃。然后我刚才吃完了主餐，还有面包等等，就还算不错，只是就是现在是尖峰时段，所以就人就比较多。那我刚才发现有一个地方还蛮不错的，那等会可以去看看。然后主餐完以后还有水果，还有我刚才又续杯了一杯红茶。我就掉到外面了，还蛮不错的。我在外面，你来尝一下。那等会再去带你们看那个很棒的地方。然后来到这一边，这边是个中庭，非常漂亮。对不对？这边有个小帐篷，小帐篷，假山假水。这边假山假水小帐篷，很漂亮。然后这边有个这个布纳咖啡的形象这样子，还有一个座位。这个有的灯非常的漂亮，就是有一个圣诞的一个氛围。中庭非常大，很漂亮。那总结这边的餐点还蛮好吃的，价位大概在350到500之间啦，就可以吃得很饱。那这边的话蛮适合和家人边聚餐，就是东区走一走以后，来到信义光复，不是信义光复啦，更正，信义基隆路口，来这边体验这边的豪奢这样子。那我的影片就拍到这边。